由于中国近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全国对汽车的需求都快速增长。2009年内地汽车的销售总量是1360万辆，打破了过去的纪录，比对2008年全国的销售量增长高达 46%。 预计未来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前景相当美好。本集我们请来的嘉宾讲者是大昌贸易行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区域销售总监屈伟新先生。屈先生是本校的校友，他除了为我们分析中国汽车市场的前景之外，还会讲述港人前往内地工作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事项，好像是内地的职场文化、工作环境和事前的准备功夫等等。今晚我就主要跟大家讲讲关于我做的行业，做车。但我做车我不是在香港做，我在国内做的。咁就俾一啲過去2009年甚至到而家一啲行業嘅情況俾大家分享一下資料啦。咁同埋都講講喺國內即係我都走嚟走去都有超過咗10年時間。就先同大家講講嗰個香港造車同埋國內造車嘅好大嘅分別。嗱，呢個香港嘅，咁你哋見到左手邊嗰張都係喺我公司樓下喺九龍灣大昌我影翻嚟啊，算係相當大嘅展廳。咁右手邊做貨車，咁貨車呢個喺旺角，喺砵蘭街，咁你睇到個地方好淺窄。呢個係國內嘅，嗱呢個叫標準嘅蘇林國內，綠化得好靚，面積亦都相當大。平均一個蘇林咧，無論任何牌子都好啦，一啲最基本嘅要求大概要去到大概係3000呎，淨係蘇林，唔計修理。啊、如果要賣的大概我們國內一般習慣我們叫六畝地，六畝地什麼意思呢？一畝大概是600平方，即是6000呎左右，六畝地就乘6000呎乘6，樣模是這樣的要求。但這個是基本的，但如果是有些是luxury brand， 譬如好像是凌志、Benz 或者 Audi， 它要求會多一倍。國內和香港一個很大分別呢，除了你們看到的面積不同之外呢，個概念亦都有唔同嘅，一陣間我會再同你分享一下。咁我先俾啲相睇睇先啦。咁我哋亦都睇到香港嘅就係左手邊嘅一個 showroom 啦 ，Audi 嘅都地方比較淺窄，但係國內咧showroom 一般係都好大嘅。咁淨係放車嗰度都起碼要3000呎以上噶啦，嚇、我未計修理部嚇。咁、我有個幾大嘅差異喺度。在我跟大家分享那個具體的分別之前，我都給一些很簡單的數據問題大家看看。這個是2009年在國內銷售的情況，大家都記得2008年10月份開始金融風暴，在國內都受到相當大的衝擊。2009年中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就做了幾件事，第一個就是個稅，購車的稅是降低了，主要是消費稅。我舉一個例子，他們是 1600cc 的車，由過去是 10% 的稅率，購置稅是降到 5%。 實際銀碼是多少呢？如果換回實際銀碼，大概一部車便宜了2000元到3000元，這個就是講消費稅。因為國內的稅的結構跟你們是有很大的差距，你買一部車除了你的車的零售價格之外，還要給一個消費稅，一個叫上牌費。上牌費等於香港我們叫牌費，我們香港就跟車的 CC 數來比，譬如你 2000cc 或者到 2500 就5000多元一年，國內就不是的啊，都是會跟個排氣量，但係佢幅度會拉得很開。咁大概一部車咧，如果你係1600到2000cc 咧，都要為到7000-8000元噶啦。咁除咗呢個之外，仲要俾一個叫做消費税。咁個消費税係跟咩計？係跟你購買車嘅車價嘅銀碼大概係10% 度。即係換句話講，我唔理架車幾多錢，就跟你嗰張開單嗰啲發票，大概係跟10% 度嘅。咁呢個税咧，其中一部分就係有個政府有稅率喺度。當然啦，除咗稅率之外，仲有其他雜費加出嚟變咗10%嘅。咁但係個稅率咧，舊年為咗刺激經濟係降到5%，但係2010年係改咗，2010年係調升到7.5%，即係換句話講，2010年比2009年係多咗2.5% 嘅嚇。咁原因好簡單啦，因為國家要扶持個國內嘅汽車工廠，咁而國內汽車工廠一般生產嘅車咧都係細排量，即係我哋習慣香港人叫嘅1600cc 或者更加細。咁國內亦都為咗鼓勵個一般階層嘅消費，啊，亦都係除咗定咗税收政策之外，可能大家聽過啦，有一個所謂汽車下乡嘅政策。如果有啲低價嘅汽車，
譬如一啲香港嘅啲類似 van 仔啦，或者一啲係香港叫 pick up 嘅勞夫車啦。如果呢類喺鄉下賣嘅地方，仲可以有特惠嘅津貼，係政府俾錢，就類似係你聽過嘅家電下鄉嘅情況係一模一樣啊。咁因為好多因素影響到啦，咁舊年亦都因為銀行嗰個放咗水，銀根就鬆咗嘅。咁喺呢個股票大起、房價大起嘅情況之下，舊年我哋全中國賣咗係1360万部車。呢、這個我哋意料唔到，我哋做車啲行業冇一個行家意料到，因為舊年2009年喺頭一個季度前三個月，都係唔掂，因為你第一個季度係接住2008年金融風暴咧，都係未翻身，但係點知一路去到4月份打後咧，係砰砰聲衝上去，基本上所有牌子唔理咩牌子，無論國產車、進口車，我哋到咗10月份咧係冇車交，全部係求過於供。都是這樣的情況。舉個數字給你們參考，香港平均一年的私家車總的銷售量加上置換，即是有些舊的淘汰再買新的，是22000部左右，私家車我不計貨車，國內是說1360万部、是可以這樣說，是有歷史以來中國從來都沒試過，近這10年到12年期間是沒試過這麼大的銷售量的。咁如果講個 growth rate， 講個增長率係到46%，呢個更加全世界未見過啊！咁就如果係一啲豪華品牌，好似你睇到嘅幻燈片上面提到一啲基本嘅品牌啦，國內呢幾隻亦都係增長去到2.5倍有多啊！咁你睇到國內嘅消費好得人驚，咁上面有個餅圖啦，咁你可以睇到啦，咁就基本上我哋都睇到個市場佔有率啦。中檔車就你比較熟悉的就係會係類似康達啦、日產啦，同埋香港冇嘅美國車 Buick 啊，同埋你豐田呢幾大量我哋嘅中檔車都去到超過73% 嘅。咁高檔同豪華品牌咧，其實同低檔係差唔多嘅。啊，點解會咁奇怪呢？主要因為低檔嗰度咧，我哋統計咧就係將一啲係最低檔嘅車，即係我哋平均係車價去到係40000蚊以下，我哋係唔計。我哋冇擺落去，因為嗰啲我係冇辦法做一個好準確統計喺度，咁變咗我哋做出嚟大概2009年嘅市場分佈係約摸係3個高中低檔3個檔次，就係約摸係咁嘅比率喺度啊。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話高檔車個增長咧係相當快速嚇、相當快速，而且嗰個消費嘅嗰個能力咧，亦都係意料之外，意料之外嘅嚇。咁係舊年跌曬眼鏡，但係當然啦。2010年我哋日子唔好過，因為我做車，因為點解咧？2010年已經過咗4個月，咁因為有一部分嘅消費群體，佢哋嘅消費能力舊年就揸乾咗，提前揸乾咗。咁今年大家都知道嘅，除咗税收頭先我講咗起咗之外，銀行嘅經濟調控政策亦都係生效緊啦。咁同埋國家打擊嘅房價亦都係生效緊嘅。咁作為奢侈品嘅其中嘅產品，亦都係收縮緊啊。咁我哋都係。如果國內假如再有啲係國內做車嘅朋友都會知道，今日相當辛苦。好坦白講，我哋而家仲追緊數喺度啊。頭先提過有國內同香港啲咩分別，我再同大家講講啦。嗱，好大差異。香港嘅汽車代理商咧，基本上係廠家，即係車廠啦。係授權一個分銷商 distributor， 但係國內我哋只係一個 dealer， 兩個好大分別嘅。分銷商的意思就是話，廠家你同佢簽咗個 quota， 一年要入幾多貨？簽完之後咧，佢就唔會干涉到任何嘢。即係嚟到香港，你嘅銷售策略係點樣做？你定幾多價錢？你點樣做宣傳係唔理你嘅。唯一佢揸你就係話一定要攞夠幾多貨，同埋你嘅價錢定好就 OK 噶啦。但係國內唔係，國內每個品牌 control 嗰個零售商咧，佢哋簽合同叫做零售商合同啊，但係佢係深度管理。包括埋佢擺喺你嗰度嘅電腦系統，你嘅營運政策、你嘅價格、你嘅推廣手法，全部都要管，而且係管得非常之嚴，稍為違規咧就罰錢噶啦，嚇！因為廠全部係咁樣嘅。咁另外第三樣俾你睇到最大分別就話香港地方好細，咁就基本上每隻牌子一個獨家總代理，但係國內唔係遍地開花，咁每一個城市。是同品牌的是很多家的競爭，大家賣同一樣的貨。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廣州賣緊廣州本田的，又是
15家，一個廣州市，日產的12家，賣緊同一樣嘅貨，同一樣嘅價錢，係可只係行過隔離街有一間，咁最大分別係咩咧？鬥咩咧？暗鬥咯，因為明鬥唔俾嘅，因為廠家佢價錢控制得好死，咁暗鬥就係你送啲乜嘢啦，或者你有啲乜嘢特殊嘅服務俾到嘅客啊，而啲廠家係會揾啲調查公司或者偵探去查你有冇違規，即係你如果假如捉到你一張合同上面嗰個價錢係低過廠家定個價咧，一部車罰50,000蚊到70,000蚊嘅，係罰經銷商啊。咁呢個係相當俾我哋銷售隊伍嘅同事係相當大嘅壓力喺度啊。而且佢所謂證據咧佢會箍死咗幾樣嘅，咁一個合同啦。但係而家國內已經做到咧，買車唔會俾合同你睇嘅啊。大家都知咩事啊？咁就諗佢會派人錄音啦啊，或者係搜集到你書面同客有啲贈品計數嘅時候有啲證據啦啊，甚至乎佢會真係俾埋訂金你買部車。咁如果揾到呢啲證據咧，輕者就頭先講咗啦，一部車罰10,000蚊啦；重者就俾黃牌，最後係俾 warning signal， 最後取消你嘅零售商嘅資格嚇，係好麻煩嘅事嚟嘅。咁利潤當然，既然廠家管得咁死啦，個利潤佢同佢計埋數噶啦。咁我哋唯一要賺錢嘅，只能夠靠嗰個係售後服務，盡量引多啲客嚟翻嚟我哋度修理。頭先帶我講過，同城唔係得你一間，我哋都要搶嚇。咁唯一就係靠你嘅服務啦。可能我呢間技術會比你好少少，做嘢比你快啲，或者係安裝修理嗰個質素會比你好啲，係靠呢啲辦法去做。但係做得相當辛苦嘅，我自然就要諗辦法去同公司開拓一啲其他嘅收入。咁我哋要多買一啲係同車有關嘅附件啦，譬如打包圍啦、改裝車啦、貼嗰個太陽膜啦、或者係加裝其他嘅碌鈴啊等等。嚇，盡量係諗其他渠道，係廠家管唔到嘅地方咧，係盡量同公司增加啲收入嚇。咁就當然啦，喺同保險公司，如果在有啲朋友做保險都知嘅啦。同保險公司，我哋會賣第三保、賣全保嘅時候，保險公司會有啲合法嘅 commission 俾翻我哋嚇。咁我哋都係盡量開拓呢方面嘅收入來源。咁喺競爭方面亦都有好大差異。香港就主要就唔同品牌啦，同埋水貨車，但係國內係冇水貨車嘅啊。因為國內咧連舊車都唔俾入，莫講係水貨啦。因為香港所謂水貨就好簡單，因為香港有自由競爭市場，只要任何人攞架車，唔理你邊度翻嚟都 OK 嘅，只要係新車嚇，全新嘅，就攞去香港政府運輸署或者佢指定嘅幾個檢驗中心，帶上其中一個，係個所有車嘅性能係符合香港法例規定要求就可以入嚟香港。咁但係國內係唔存在呢個問題，完全係基本上唔准入，新舊車都唔得。咁但係我哋主要競爭就即係唔同牌子啦，同埋同城、同品牌、同性質、同樣受到同一個廠家管理嘅經銷商之間嘅競爭，啊呢個係好大差異。喺嗰個產品方面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國內個型號生命週期好短，通常只有得半年，同香港唔同。香港一部新車落地，起碼都捱到年零到兩年啦，最快換款。國內只有半年，我講實例俾你。第一個季度2010年過咗3個月，中國推咗出嚟新車係75款，包括進口加國產啊，記都記唔到啊！唔好話你講咩性能係做唔到啊！咁啊變咗對我哋做 marketing 嘅同事嚟講係好辛苦，同 sales 嘅同事都好辛苦，因為你要佢哋熟悉嘅車嘅性能，要揾到班客準備呢、這個入呢個 market 買呢個車。但時間差不多叮叮夠鐘，第二隻新車上，或者你的對手已經有新車上，那你怎樣去追呢？是很難的。那當然國內就說有一件事就很重要，就是第二樣你看到的，鬥價錢。那香港就比較少談到這件事，就是你買車很多時候會看牌子、看價格或者看性能，但國內就國內消費者一般很緊張的價格的。那價格有兩方面，剛才也講過，自己我唔減得價，唯有等廠減價。廠佢見到勢色唔對咧，佢個零售價都會下降，因為佢零售價都係廠控制住啊。咁我哋自己都會就住廠嚟做，或者廠會臨時有啲獎金發俾我哋，就係話買夠幾多車，就由車廠就俾翻啲佣金我哋公司嘅，就喺呢度做翻啲生意。咁但係啲佣金咧，
一早係讓曬出去俾個客，我哋唔會漏，因為大家競爭太犀利。咁就香港有個更加大嘅特點，做 sales 嘅同事好多係可以做到退休。但係當然啦，點解做到退休？原因好簡單，揾得錢多。啊，你買車啦，那個保險公司佣金啦，賣二手車吹煙嗰時候來回嗰個差價啦，等等好多方法可以揾到好多錢。啊，咁佢哋寧願係做到退休。但係國內咧啱啱相反，太年青，呢個行業都係唔夠人。你超過三年嘅基本上都好難揾。咁你更加想話喺個專業水平嘅培訓咧，係好困難，好困難。我哋做得好辛苦，因為有時我自己同佢做 training 咧，都係個概念完全相差好遠。而且佢哋全部都好坦白同你講咧，你間公司做跳板嘅啫，啊，過幾年就走噶啦，一定會走。走兩重意思，第一個開口問你有冇職升，冇職升就拜拜。第二個就跳去第二個行業，因為國內嘅 sales 行業亦都需求量好大，地產啦，啊。同埋其他行業需求量亦都好大嘅，咁就市場上嘅公司亦都規模有好大分別。香港就傳統嘅大公司控制曬所有品牌噶啦，大昌其中一個，森蘭美、英姿傑、仁孚，即係怡和啊。咁呢幾個就基本上大部分嘅牌子其實都呢四大集團控制曬，但係國內冇啦，冇得控制，因為國內實在太大。咁你有民企，亦都有國企啦，外企即係外資企業，同埋汽車廠。自己有股份的公司亦都可以經營，亦都冇人可以控制到市場。加上中央政府咧，到而家都係唔俾完全百分之百獨資嘅外資公司入去中國做呢個行業。咁但係當然呢個情況改變緊，國內而家都開始放寬緊㗎啦。咁我哋好多國內公司都已經係將個身份咧轉咗係百分之百外資獨資嘅身份去做，亦都可以做得通，但係個進程係比較慢嘅。咁我哋預期喺2011年啦，應該我哋而家國內有40多間公司，即係40多間代理店，咁應該都大部分可以去到轉翻係外資獨資身份，因為在座有啲同事、有啲朋友做生意都知啦，合資係好辛苦、好辛苦嚇。咁無論同股東有啲矛盾啦，或者策略上嘅取向啦，甚至我哋做 marketing 嘅時候，點樣打呢個牌子都有好多影響因素喺度。咁當然啦，另外一個最後一點就係個投資成本唔同啦。喺國內，大家睇過好靚一個 showroom， 就我哋平均投資係唔能夠少過3000萬。嗱點解咧？因為最大分別係點咧？香港你哋香港人好清楚，買車同修理一定係分開，即係主要香港嘅地方細啦，加上環保嘅問題，政府亦都唔發牌。但係國內嘅咧，嗰個概念就唔係所謂分開，一定要每一間。每一間你見到嘅圖片嗰度都係叫 4S， 咩叫 4S 咧？就一個地點集合曬四種功能，一個係車嘅 sales 啦 ，car sales； 第二個係零件啊 ，spare parts sales 啦；第三個係 service， 即係修理嘅；最後一個就係信息反饋，就係 customer communications， 即係話你喺客攞到啲情報，要你通過作為你嘅零售商反饋翻俾車廠啊。係咁樣做，所以國內嘅有個術語就叫 4S。我哋凡係講國內嘅零售行業咧，都係講緊 4S 噶啦。而家基本上私家車咧係100%嘅，貨車未係，國內嘅貨車都仲係未行緊 4S 條路，佢哋 3S。主要就後邊嗰、那個customer communications 係未有，但係將來我估計2年後啦，都會行緊私家車同一條路，都係會加講緊係更加高嘅服務水準。剛才有講過啦，喺國內做車相當困難嘅。咁我哋為咗開拓嗰個收入來源咧，咁有大部分同香港差唔多嘅，我哋都要做啦。咁第一個就係車嘅銷售啦。車嘅銷售咧，廠家每年咧會為每一間零售店定一個 quota， 我哋要做夠幾多車？係講零售，唔係講 wholesale， 唔係攞貨。你攞咗貨都唔得，譬如你有錢，我入咗批貨唔賣，唔得。唔得，因為佢每一日賣嘅車入曬電腦嘅，個電腦直上去廠家嗰個系統嗰度。咁一年做夠幾多車？第一個啦，你做夠咗之後，除咗你嘅買賣差價有收入之外咧，廠家有個返利，即係我哋所謂有個佣金俾翻我哋公司嘅。咁第二個就是零件嘅銷售。咁第三個就係修理咯，因為修理嗰個毛利大概係超過係45%嘅，但係賣車咧講俾你聽都唔信。平均
唔計 Bentley 啲豪華品牌，我唔計一般中價車，即係你比較熟悉嘅康達、日產或者 Toyota 呢啲咧，平均係講緊4-5%。啊，一架車講幾十萬一架，成最平嘅十幾萬啦，到最貴嘅係 average 60-70萬一架車啦，個毛利率係得4%左右嘅啫。甚至乎如果為咗競爭，我哋讓賣俾個客咧，好多時候會跌到係得2%。啊，但我平均一間店。最基本的人數都是要去到70-120人、啊、你有剛才講過有咁多功能喺度啦，如果唔係你唔得嘅，因為佢就算你唔請啲人都唔得，因為廠家咧不單止要管理嗰個員工嘅人數，同時都管理員工嘅質素。譬如佢哋有啲所謂豪華品牌嘅車廠，好似 Benz 或 Audi 咁咧，你所有主管。啊！無論即係任何人有個 manager grade 嘅人啦，唔理咗邊個部門啦，全部要去佢嗰個廠度考試，考完試你先可以喺度做。啊，咁啊好誇張啊！咁我哋譬如我舉個例 ，Audi 要去邊度考試咧？要飛到長春，我唔理你中國喺邊度，都要飛到長春。咁你由總經理開始申請想攞呢個代理權嘅時候，已經要考試。好啦，到你每換一個人都要去考試。啊，咁啊好慘！頭先我講過啦，國內人係唔夠。咁你有啲人做嘅時間好短啊，咁所以你咪都睇到咯，係好困難。咁你最攞命就係話 ，Benz 廠有要求咧，基本上連修理廠嗰個經理咧都要識英文，即係佢嘅 information 要全部直睇英文，唔可以有翻譯。咁國內基本上可以同大家講，95%係揾唔到，係冇，即係有咁嘅技術底，或者佢有工程師嘅資格都好咯。但你要去完全成本咁厚嘅技術書睇曬係純英文咧，做唔到。咁但係好遺憾，外國嘅車廠嚟到中國，本身同喺外國本身嘅做法係差異好大，亦都可以咁講，要求好高，所有條件係車廠定唔係我哋定嘅。啊，你只能夠揀做抑或唔做。啊，咁跟住落嚟就話除咗頭先講啲之外，仲有保險公司嘅返利啦，同埋啲服務費。譬如我舉個例子，我幫客去辦一啲係出車上牌嘅手續，咁我哋個客咧，個客可以自己去政府度申請嘅，即係好似你香港咁去政府運輸署申請冇問題。但係好多人就怕麻煩，咁我哋同佢代做，收咗手續費。因為國內同香港亦都好大分別。出牌嗰陣時候咧，唔係單止睇文件嘅，佢要打開個車頭蓋，喺捐窿捐啊，揾個發動機嗰個 engine number 要託印，即係揾張佢特定嘅紙咧。係將個 number 刮出嚟，即係好似你揾個白紙喺硬幣度揾啲鉛筆掃下掃下掃，嗰啲叫託印。佢係防，主要係防你作弊。啊，求其揾咗第二架車套落去，咁佢以前走私車經常會發生呢啲情況。A 嘅發動機又套咗落 B 車咁樣嚇，咁啊搞咁日，咁但係呢啲做呢個程序咧就日曬雨淋嘅，咁好多客就唔肯等啊，可能排半日隊，咁我哋幫佢代做。咁我哋平均一架車賺多去300-400度啦，嚇，咁啊盡量做啦。咁最後一點，我特別 highlight 咗嘅。我哋其中一個最大嘅收入就係、喺生產車廠，我哋做嘅目標之後，俾翻我哋公司嘅 commission。呢條數好大，而且佢俾我的 commission 種類唔係單止純粹係賣車，包括話我哋 marketing 做得好唔好，日常管理做得好唔好，客户滿意度，包括埋售前啦，同埋售後有冇投訴，全部等等都係有錢俾翻我哋。只要我哋做到嘅分數，係廠有錢俾翻我哋。呢度亦都係車廠。控制我哋要達到一定水準表現嘅一個好主要嘅手段。咁而呢條數咧係相當大嘅，加埋總數加埋，我諗一年咧係會你跟翻你買車總嘅攞車數嘅數額係俾翻1%-5% 不等啊，係全年總嘅攞車嘅金額計。咁如果呢度稍有差池咧，就好麻煩噶。咁呢個我哋都係釘咗落去俾個總經理，每間 shop 嘅總經理一定要想辦法。要完成呢個任務，就算做唔到100%都好啦，都攞到80-90%。如果唔係總經理花紅都會扣啫，同呢個掛鈎嚇。咁因為呢個點解咧？呢個係唔係講有同冇嘅問題，係講有幾多同冇幾多嘅問題。因為頭先我講過，為咗競爭，我哋有啲情況擺得好耐嘅庫存嘅車，我哋都會減價，蝕本都會賣，要靠呢啲補翻條數翻嚟。如果呢個攞唔到咧，就真係白蝕噶啦。咁唯有我哋就係靠年中可能蝕一啲啦，靠年尾補翻條數啊。咁呢個係同香港做車有好大差異喺度。頭先講過啦，香港你嘅 GP 基本上你自己控制住啊，咁啊冇呢條數噶。你自己可能或者啲 marketing 嘅活動做少啲 ，cut 緊啲 budget，
可能會救得翻，但係國內唔得。呢度都同大家分享下消費者嘅習慣啦。好都幾大差異嘅。香港人一般比較對車嘅產品嘅知識豐富啲嘅，基本上係以品牌啦同埋質量做導向。亦都對買咩車有自己分析能力喺度。但係國內咧就係比較靠宣傳。啱啱四月底到五月初喺北京做咗個每年一次嘅大型車展，咁啊好多人湧咗去睇嘅。嗰張入場票咧都$100一張㗎，好貴嗰張票。咁但係佢哋好多都係啱啱進入呢個買啲高級產品或者我哋叫做豪華產品嘅行列。佢哋唔識，都係以睇價錢為主。但係問題話個價格敏感度好高，你只要減啲價，可能買到好多車。咁呢個價錢係我哋每日咧，我哋公司有專人睇住部電腦嘅，即係個行情係點，全部睇實曬。因為頭先都講咗啦，除咗你要同其他牌子競爭之外，亦都要同我哋同城同品牌競個對手競爭。咁就香港嘅消費者比較更加追求一啲安心嘅服務啦，同埋可靠嘅。咁頭先都講咗啦，香港四大集團做車咧都唔會差得去邊噶啦。咁但係國內咧就好奇怪，因為佢頭先每一間都係獨立有維修廠，佢哋會競爭會睇。咁同埋香港人比較中意計成本咧，就比較文明啲啦，可以咁講，就係會比較精心啲。譬如你七人車可能會好啲嘅車啦、保險啦、停車場費用會計得比較足啲。但係國內咧主要考慮係汽油嘅啫，因為停車係好平。因為我舉個例，廣州市有規定，所有時租停車場係唔能夠超過$5，係全廣州市規定咗嘅嚇。而你嗰個住宅咧，有幾多比例再停車位公開俾公眾人士停車，亦都有規定咗嘅嚇。咁變咗我哋唔需要考慮呢啲問題嘅。咁就香港嘅消費者會比較有個品牌忠誠度強好多，即係你中意咩車，好少會轉，好少而一轉咧都越轉越高級個品牌嚇。但係國內咧就冇乜所謂嘅嚇，佢哋主要追求廣告營造嗰個社會地位咯。可能今日坐日本車，聽日唔得啦，換一定要換架Audi 或者 Benz， 咁呢個現象喺上海係非常之明顯。咁我哋都會睇住因為我哋大昌有好多隻唔同品牌，係會追住呢班客咧，你換車係換啲咩品牌上嚟我哋會睇住。咁而對新科技嗰方面咧，香港人比較容易接受，但係國內就調翻轉啦，好多係觀望，所以而家國內啲環保車咧，搞嚟搞去搞唔掂嘅，講啫，你好似比亞迪講咗話，今年2010年會推出1000部就雙能源嘅車，但基本上係可以咁講係做 show， 冇人會買嗰啲車，因為擺出嚟市場亦都好差，因為有國內到而家叫做係平啊，嗰啲唔會諗呢啲問題。亦都好快講講啦，就未來嘅發展，就中國嘅汽車市場咧，主要係由國家政策直接引導消費者去選購。頭先我講咗稅收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同埋國家對個環保政策，譬如明年會要轉歐四標準嘅排廢氣標準，到時就全部要換車噶啦，唔使講噶啦。你一個你以前歐一歐二嗰啲冚唪唥唔俾你上牌，唔俾你上街行，咁你冇得玩。咁好簡單嘅啫。咁、那個地方個税收啦，因為頭先我講過咧，我哋做一個4S店最低消費都要3000萬，其中有1/3價錢就來自於土地。咁而家個土地咧係相當貴，起價起得好緊要。即係而家農地咧，由60萬一畝，頭先我講過啦，最低限度要有成係6畝地。咁而家係平均由60萬一畝到200萬一畝都有。咁呢個大家都知，土地嘅税收係任何地方政府嘅重要收入來源㗎啦。咁佢係一味係升個價錢，自然影響到我哋嘅投資成本。同埋零售商嗰個經營手法會受相關行業保險同埋二手車嘅規範變動，直接影響營運方式。因為二手車嘅規範基本上中國係到今日係冇嘅，冇人知點樣做嘅。因為國內做呢行同你哋香港嘅概念有好大差異。我淨係純粹講開單一發票都係冇得開，但係冇得開就違法。你係做呢個行業先可以有權攞張空白嘅發票先可以開到俾個客。咁你呢個行業不存在嘅。連發票都冇得攞，咁啲發票嗰邊攞咧，佢要政府稅務局度攞嘅。咁但係呢個行業二手車係國內嘅規範都未好完善啦。咁將來點樣做咧？答唔到你哋，我都唔知嚇。咁保險亦都係咧，佢國內嘅保險監理會咧，每年都有啲新嘅政策出台嘅。咁亦都直接影響到我哋嗰個變化。
咁同埋消費者個認知越嚟越多，亦都導致個召喚，即係 recall 個問題會越嚟越多。同埋生產商、汽車廠為咗生存，無論國產車廠也好，合資車廠也好，佢哋會不斷推出啲新款，亦都導致個競爭係越嚟越激烈。亦都形成一個問題咧，我哋作為中間商做生意嘅毛利率咧，亦都會下降，因為車廠咧，佢絕對唔會輸，佢好簡單嘅啫。佢一年譬如我生產量係46,000或者500,000部一年，佢只要將呢啲數攤曬落去俾全國嘅經銷商，因為我哋啲攞車咧，啲錢已經擺曬喺嗰度，原來係同佢扣數嚇，咁你擺唔足就會罰我哋添，咁佢一定收曬錢嘅，咁賣唔去就變咗我哋嘅庫存。咁呢個係一個好嚴峻嘅問題。咁就當然啦，另一方面，中國亦都會增加個出口嘅銷售量嘅，因為佢而家喺南非啦，喺非洲、巴西，佢每年出口嘅量好大，基本上佢哋預算2010年係出口量接近200,000部。咁大部分係以呢個貨車同埋啲中低價嘅私家車為主。同埋國家嗰個零售行業嘅保護政策都會慢慢放寬，因為而家美國、日本、香港都好多啲大規模嘅汽車代理商咧，係入緊去中國。咁頭先我講過，而家仲係有保護政策限制住，但係慢慢會放。我哋都係等緊嗰一日。如果有一日我哋自己做到，就會好好多嘅。咁但係要部署咯，同埋環保政策同埋二手車嘅新管理咧，會都俾我哋有將來個商機嘅。因為國家都好強調環保，咁自然好多人換車啦。咁車廠亦都順應其勢咧。亦都會出好多所謂雙能源嘅車，甚至純電動車。為咗提高個競爭力，作為我哋零售商都好注重個員工嘅培訓，亦都開始要搞噶啦。希望提高個服務水平。頭先俾大家都分享過，對客户滿意度，車廠有獎金，咁要做夠分數先有嘅。咁呢方面我哋都會做好多嘢。同埋如果我哋作為香港公司或者日本公司，亦都會花好多錢，我哋自己開發我哋嘅 CRM 嘅電腦系統。就將呢個系統咧，將來係中國同香港拎埋一齊，咁就將國內同香港嘅客咧可以互相交流，即係譬如我香港嘅車主入到國內，可以租我哋嘅車啦，可以跟我哋國內一啲旅遊團去玩啦，國內嘅車主亦都可以嚟到香港，嚟到我哋公司以好特價嘅價錢咧，係租我哋嘅車，係連埋司機咁嘅服務。咁當然啦，禮品兑換亦都係其中一樣。咁目的就係為咗要令到重複光顧。增加我哋嘅收入嘅來源。關於車嗰部分，國內一啲行情同大家分享過。咁亦都跟住第二個環節咧，就同大家講講國內一啲揾嘢做或者準備入去國內做發展嘅朋友應該注意嘅地方。這個係只係我自己嘅觀點，唔等於係國內全部啊。因為國內行業好多，每個城市都千差萬別嘅啊。咁我都希望有少少積累咗啲經驗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大家要明白國內的行業很廣泛，同埋潛力都很巨大，發展機遇係好多。即係你無論做邊行都好啦，農業、工業、商業都找到你生存空間。咁但係入去的時候咧，要特別留意嗰個企業類別啦。嗱，呢個同香港很大不同嘅。香港就冇呢個概念，但係國內有國營企業啦。民營企業的意思就係等同於香港的私人老闆啊，合資的好像我哋做車的車廠咧。就是話外方和中方有股權合資，同埋一啲純外資的企業啦。呢度如果係當然啦，呢個係講打工啦。呢啲係好大差異，無論佢哋嘅管理手法、佢哋嘅福利條件、企業文化，同埋一般嘅薪金水平，係相差好遠好遠。咁無論點樣都好啦。翻到國內做嘢咧，有概念嘅福利系統咧，同香港好唔同。國內咧就係法例規定咗咧，公司一定要同你買所謂個社保，即係社會保障。咁佢係每個月咧人工個扣，咁但係就包咗個退休金、養老金同埋失業金同埋醫療保險。但係國內好多公司係買唔足或者唔買。嗱，呢個你哋如果真係有機會翻去做嘢，一定要查清楚，呢個要保障你，因為法律上係唔可以唔買嘅。同埋一個稅務標準，國內咧就冇咁多免稅額扣啊，同你香港唔同。國內個税好簡單嘅啫，唔係揸國內身份證嘅人，每個月嘅免稅額係4,800蚊人民幣。如果係國內身份證嘅人咧，
每個月嘅免稅額係2000元，即係換句話講，將你嘅總人工每個月嘅收入減咗你嘅免稅額之後，跟你嘅稅率去扣，最高25%嚇，咁就即扣。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好簡單，如果你係去到20% 稅率嘅，就每個月我當你10000元啦，減咗4800元咧，剩低嗰陣就八折收數。國內俾咗税，香港係可以免曬，佢唔會雙重徵税。啊，呢個係比較好啲嘅嚇。咁但係我呢個講係你哋係做嗰陣時要小心喎。你係講呢樣嘢咧，唔係講你收港幣，係你喺國內，無論你係香港公司、外資公司、國營公司都好，你收嗰份人工係100%人民幣嘅，先係有咁嘅情況。如果你係收港幣咧，有可能要雙重徵税。法律在座一啲同班師兄都知嘅，睇到呢個國內同香港好大分別。香港行普通法，國內行大陸法，這個一個很大差異，還有個司法的訴訟概念是不同，千萬在國內做事不可以拿香港概念去解決你以後碰到的法律問題，這個真的要很小心。尤其是在國內呢，他們是打官司是永遠擺第二位的，第一位是講調解，他國內很多政府部門是調解的。譬如我講舉個例子，你香港有勞工處，有咩事就走去勞工處投訴啊，打官司。國內唔係，一定去嗰個叫做，你睇到啦，嗰個叫做係勞動保障管理部門，這個仲緊要，唔係走去法院嘅，都係去翻呢啲咁嘅國內我哋叫行政管理部門啦，去負責去做啲調解啊。咁如果國內你哋在座啲朋友或者準備翻國內要係發展你嘅事業咧。多啲留意呢一樣嘢，同埋個司法訴訟嘅概念係唔同。好多時就好多朋友就話：，翻到去有咩事打官司咧，同香港咁難搞，係真係好唔同，都好難搞。咁大家都知啦，國內行緊係兩審制，冇三審，第二審已經終審。咁同埋拖嘅時間亦都好長好長。同埋國內揾個律師咧，佢哋好多時嘅個諗嘢嘅方法同個概念咧，同你香港唔同。香港人就好簡單啦，律師因為你俾錢，永遠都幫曬你啊，最嬲尾輸咗都係你。但國內唔會，國內律師佢一諗咧，佢真係會平衡啲諗翻咧，喂，究竟你個機率有幾多先？如果機會唔大咧，佢直情係唔接嘅，佢即係佢唔會同你搏。但係問題話你亦都少咗個渠道咯，可以咁講。咁變咗你要係多啲識咧，建立你嘅網絡咧，揾嗰啲國內行政部門去疏通啦。講句俗啲，人事關係就要解決呢啲問題。平時你喺個生存。你喺度做嘢，你就要盡量想辦法識到一啲管理嘅人員喺度。好啦，跟住同大家分享一下就工資制度啦。頭先同簡單介紹過啦，就話你考慮究竟你收嗰個係人民幣定港幣，這個對你嗰個平時嗰個生活係有絕對絕對嘅影響嘅。咁大家知啦，人民幣最大問題話你出咗糧，如果人工高嘅，唔可以拎曬翻香港，因為國內提款咧有規定。每一日唔能夠多過50000元，雖然啲錢係你嘅。如果你多過50000元點啊？可以提早兩日同銀行講，喂，同我準備定啲銀紙。但係過海關嘅時候可以扣起你，小心，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到而家個法例都係規定咧，每一個人帶嘅現金都仲係等值於6000元人民幣。咁同埋國內嗰個試用期咧，個工資咧，你特別留意係法例規定咧。是可以不給十足的，因為試用期的工資 有條款規定可以給8折的，80%，當然給足當然好，但是可以有這樣的例子，變成你們要問清楚。還有你自願離職的時候呢，跟香港一樣是沒有任何補償，沒有任何補償的，但是反過來公司炒你呢，是一年賠回一個月，有，這個有，但是就有沒有封頂，到現在講不清，還有那個合同制國內和香港亦都有很大差異。香港你只有兩個制度，一個是 part time， 第二個就試用期之後變成長工。咁你有 MPF 啊，成扎跟住上翻。國內唔同，任何人一定要簽合同嘅，無論任何職位高低，一定要簽合同。咁呢個係法例規定。咁合同期咧，有一年、兩年、五年，最長唔能夠超過五年。咁就視乎你職位高低啦。職位越高就簽嘅合同期會越長嘅。咁就但係國內有一個叫做無固定期限嘅勞動合同嘅，
怎樣呢？這個是2009年國內新的勞動法批准生效之後發生，就是如果你一間公司同一個同事連續簽了三個勞動合同，譬如剛才我講舉個例子，你兩年一期的入面六年 OK 不用再簽的了，那個人會自動成為你的終生僱員，咁你換句話講，啲人喺你想叫佢走就難於登天，即係喺公司嚟講，你要犧牲好多先可以叫同事離開。如果當佢唔稱職或者犯錯嘅時候，係相當難解決嘅問題嘅嚇。咁就如果你話調翻轉另外一啲咧，如果高級嗰啲咧，譬如五年一任嗰啲咧，係兩期咧已經當係一個冇固定合同嘅，就唔需要再簽任何合同，係自動成為永久僱員。咁呢個係冇分邊一類企業嘅。不理國營外企一樣是沒有分別在這裡。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國內工作環境，那個工資期望呢，國內呢每個城市你們要留意一下，有個政府有公布有個最低工資和職工月度平均工資，這兩個數值很重要，每個城市都不同，但政府每年都會公布，因為你將來拿到的一些社會保障看醫生怎樣處理等等，跟這些完全有關係，當然跟你人工有關係啦。咁香港都吵緊，而家最低工資，國內亦都一樣，即係你嘅人工幾多有嘅。咁同埋國內嗰個月度平均工資都係好緊要嘅。呢個等於香港我所謂入息中位數，係講緊呢一樣嘢啦。就你可以參考翻你自己嘅市場嗰個價值，應該大概收入去到幾多嚇，可以睇翻呢個數。咁第一樣嘢就話對工資期望咧，我見在座都有啲好年青嘅朋友，嗱你特別留意一下，千祈唔可以用香港嘅工資水平嘅概念入去國內比。我俾一個實例你哋，一啲冇經驗嘅大學生啱畢業嘅，出嚟而家大概做一個見習生啦，或者係啲管理見習生呢一類嘅，喺廣州市大概嘅人工大概幾多？係3000蚊人民幣到啦。若果是這樣的水平，如果你去到主任或者是經理級的，即剛剛入經理級，不是很資深的，或者經驗未夠的，大概5000到7000元左右人民幣，若果是這樣的水平。還有國內呢很多時候都有所謂的上崗的資質證，即你做任何行業都好，除了一些管理層沒什麼特定界定，但一般而言呢是做技術那類呢全部要考試，有一個叫做工作證，就好像你做 facial 做化妝都要有證。咁就隨住你的興趣啦。咁如果考呢啲咧，有兩個基本上有兩個途徑嘅，國內可以讀，香港亦都有。香港好多學校都有得提供呢啲課程，咁視乎你哋嘅興趣啦。咁佢而且香港某啲試咧係國內承認嘅，即係香港考到國內都可以，即係嗰個證係直接國內發出嚟係真嘅。咁變咗你可以諗一諗啦。咁當然就話你哋如果國內翻去做嘢，要諗諗你哋嗰個適應能力去到邊啦。你嘅性格啦、語言絕大關係。如果你普通話唔得，好難搞。因為國內嘅同事嚟自每個省市都有嚇，咁你要睇睇啦。同埋你家庭，尤其是有啲有女朋友或者有啱結咗婚嘅太太喺香港，有啲好細個小朋友，你要點樣處理你嘅問題？我亦都親眼見到好多實例係家變。是真的，是真的，尤其是很多台灣來的同事更嚴重，你多些留意這個問題，還有你的適應能力。剛才我講過，中國很大，東南西北，你到哪裡，你的氣候的適應，食物的適應，身體的適應，是不是會很熱病，這些都是很多問題，有很多地方是條件比較差，你吃的東西，離開廣東省全部都是辣的，你頂唔頂得住啊？咁你要諗諗呢樣嘢咯，同埋你嘅職業專長，你嘅取向係點樣？同埋有一樣好緊要，工作心態。你係諗住過去做跳板啦，淨諗住長期發展。咁你嘅心態要好緊，要攞得好準。如果你諗住係純粹學嘢咧，可以嘅。但係問題話，離開咗中國之後，你去邊度？你要諗一諗。如果你係諗住長期發展嘅，你由邊類企業跳去邊類企業？正話是最終一日你自己做生意，你要諗清楚條路點樣鋪咁，因為呢度影響到好多實際問題嘅，甚至乎你應唔應該國內買樓、國內招聘都係呢幾個途徑啦。同埋國內比較興咧，就自己係去企業度推薦嘅。佢哋好多揾人亦都係咁樣，好多都係自己揾嗰個企業你心儀嘅，做個調查你中意嘅，入去公司啦，留低資料，
係真係有反應嘅，而且係個效果，因為我哋公司都係用呢個渠道係收翻嚟嘅比率係好高，好高嘅。同埋朋友嘅介紹、網絡關係啦，同埋啲國內每個城市定期都一啲係城市搞嘅係啲招聘會啊，一定有。咁又是靠近暑假或者十月份啦，佢就會好多。你自己可以埋去，佢就每個公司擺曬 booth 喺度，你自己去睇咯。啊，同埋一啲國內大學嘅招聘會啦，因為國內通常大學讀到第四年。下半年開始就揾嘢做噶啦，因為佢哋個課程未完，但係佢哋唔使翻學，因為全部最後嗰年係寫論文嘅，基本都係啊。咁但係學校會搞多招聘會，如果你哋係有啲啱啱畢業嘅大學生咧，可以同我聯絡一下，可以參加啲招聘會，佢哋都歡迎嘅啊。咁就獵頭公司啦，同埋傳統嘅一啲專業學會推薦同埋報章，你可以睇一睇啊。咁報章唔一定係香港嘅報紙啦啊，因為香港報紙可能選擇性會少一啲，多啲啊留意下國內嘅報紙。啊！呢啲係一啲國內嘅熱門網站，手頭上你亦都有啲資料可以分享一下。啊，呢個係唔止嘅，國內好多啲網站，不過呢四個網站喺廣東省叫做最熱門嘅，而且佢亦都個地域覆蓋全中國，你可以睇一睇。啊，另外俾少資料啦，就呢度如果你香港人喺國內有問題嘅時候，呢啲地方可以幫得到你哋。啊，咁手頭上你哋資料都有㗎啦。啊，呢個係政府嘅，另外有一個民間嘅。呢個香港公會聯合會喺國內啲法律諮詢服務。你喺國內呢幾個地方有任何麻煩，甚至乎你唔見咗回鄉證、身份證咧，都可以過去，佢會教你點樣做嚇。咁呢個係好有用啊！啊，甚至乎你喺國內唔好彩俾人打劫啊，乜嘢都冇曬，揾佢同你可以幫到你手。最後就係話你哋要超越自我啊，經常為你哋嘅增值啦，無論你繼續進修也好。或者你係用其他方法增加你嗰個職業技能都好，都要做呢樣嘢嚇，揾到你成功機會。咁其實同學 OU 嘅同學喺國內機會咧，我就咁睇嘅。其實公開大學喺廣東省有一定知名度嚇，幫到你哋嘅，同埋多啲參加學系同學會，同埋你啲幹事學花咗好多精神時間搞啲活動啦，了解最新嘅社會動態同行業情報，呢個好重要，因為來自唔同學系，佢有啲專業班同學。走埋一齊有佢可以值得分享嘅經驗嘅，同埋利用你身邊嘅網絡，包括朋友關係啦、公司關係、客户關係，試下入去中國啦。當然最緊要就係話參加校友會啲活動啦。多謝大家，好。